狼牙特战基地的高胜寒接到了新的使命，调到陆航旅去组成和练习一支特别的特战分队，代号霹雳火。高胜寒带着资深军士长马路和一向惹祸的王兴来到了陆航，却没想到遇到了从前的战友崔华顿和旧日恋人曾子墨。作为军医的曾子墨也参加了集训，他深知组成霹雳火的含义，通过各种严酷的检测，霹雳火特战分队正式成立。他们首要面对的使命就是西南地区的抢险救灾。高胜寒自动请缨，需求高空跳伞，变成了进入阵中的第一批救援部队，打通了生命通道。在遇归来后，霹雳火又投入到了去边境解救被贩毒装备捕获的侦察员的使命，并到非洲 A 国担任装备护卫，维护撤侨。阅历了重重雪与火的检测，霹雳火逐步走向成熟，开创了我国陆航的新前史。